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三个东西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牛肉肠；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当地的野生蓝莓酒；还有一把剪子。我一会儿啊上山去采婆婆丁。这个婆婆丁呢，它就是蒲公英。然后呢，采完了以后呢，中午在山上就不回来了。完了吃肉肠，完了喝酒。咱们一起去看看啊，看看今天我能采多少回来。我从家里啊又拿了一个盆儿，一会儿把婆婆精采完了以后呢，就放在这个盆里。我家这个地方吧，它那个没多大，这个镇上，往前面直线距离有300多米左右就到我妈家了。完了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一个山，就是大兴安岭的山脉，我从我妈家溜达过来的。我每年都在这块采婆婆丁，这块还有一个野菜比较多，叫啥呢？叫鸭嘴儿，这个包饺子老好吃了，你们见没见过？就是这种，这个野菜。我现在开始采啊，婆婆丁这个东西啊，它是清热解毒的，还是利尿的？我们这块这个人呢，采完它以后呢，都放在家里院里头给它晾干喽。晾干了以后呢，到时候冬天就泡水喝。完了，有很多呢，晾干了以后呢，就是冬天包饺子就用它。蒲公英，它也叫婆婆丁。这块再稍微小一点，再往前面走就大了。婆婆丁已经采完了，大家看看，上面还有泥，还有土，边上也没有水呀，直接一会儿就这么吃得了，吃点上面干净的叶。我家乡这个地方吧，它没有污染，但是它也不埋汰。这个野生蓝莓酒啊，我已经倒上了，倒了一杯。肉肠呢，我也打开了，刚才吃了一口。这个肉肠啊，打开是直接吃的啊，它也不是生的呀，直接是熟的，它就是香肠的一种。这个香肠呢，它的味道啊，有点跟俄罗斯香肠味道是一样的，都是又烤了一下子，有股熏烤的味道。我先来一口。这婆婆精吧，我刚才找了一个干净的。把这个土蹭了蹭，尝一尝。哎呀，苦啊，但是苦中啊，有一股清香的味道。我先来一大口啊，啊，太过瘾了。这个酒啊，得50度。再来一个。我们这个季节，这个婆婆精是最好的季节。现在这个山上啊，山上有很多地方呢，它全都长。我一会儿吃完饭以后呢，给宋姐打个电话，让宋姐来接我。然后晚上上于叔家去一趟，完了让于叔去采点儿，完了采点儿以后吧，然后呢我去收一点儿，收点儿呢让它给晾干喽。完了到时候我拿了准备到时候冬天卖一卖。好，感觉挺好的。完了，一会儿咱们上于叔家去看看去，我去跟他商量商量去。大家知道这个肉肠怎么吃吗？吃这个肉肠的时候吧，先闻一闻，完然后喝一口酒。完了，我让你们看看就我怎么吃的啊。先这么闻一闻。过瘾。
就得这么喝呀。宋姐来接我来了，我俩现在上于叔家啊，跟于叔去商量商量去，让于叔踩点这个婆婆丁。于叔，你在家呢？你咋不开门呢？这他鹅跑了去啊。那个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子。你说。我寻思你有时间，完你上山采桦树蓉的时候，看看能不能再采点那个婆婆丁。婆婆丁啊、哦！啊，现在我今天上山看了，我看那婆婆丁现在都下来了，完长得也挺好的。嗯。完，但是家里周边那块挺小，我寻思你到跑远点儿，完你看看能不能给采点。家跟前的不行，小你得上南娘那边看看，上南娘那边采呢，大点。行，完了你跟我婶儿你俩一起去吧。对对，我驮他去。对，完了你让他给采点，采点完以后，啊，完给晾干了，完到时候你这个你多采点，完到时候你卖给我。行。完到时候我拿去我也去卖卖去哈。行行。哎。完了那个啥吧，我那个把定金交给你吧。哦。完了，给你拿二百块钱。行。完了到时候你那个采完了以后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你联系我就行。哎，对，打电话。完了你采的时候呢，你给他刮干净点啊，完了全晒干了以后，到时候你联系我啊。行，哎，那鹅蛋卖咋样了？鹅蛋卖挺快。那个都没了。没了。上回你跟我那鹅蛋，我炒了一盘，挺好吃的。啊。行，那你啥吧？那我走了啊。走啊。对，找钱我给你打电话。行。好嘞。哎。那于叔我走了啊。啊。跟于叔已经说好了，他过两天给我采回来。采回来以后，到时候我就给取回来了，完了到时候拿到冬天看看给卖卖。那个，咱们下期的再见啊。